三亚，别称路程，地处北纬十八度，地球上迷人的风景地带，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，堪称中国热带的度假天堂。这里拥有绵延的海岸线，碧蓝的海水，洁白的沙滩，奇特的岩石，多姿的珊瑚，以及丰富多彩的水上运动项目。美丽三亚，浪漫天涯，爱的休学旅行最后研学阶段将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展开，开启我们爱的第十一课，黑暗效应。我们到了，这是我童年的梦想，哎，可以滑下来。我们要不要先去看一下？对，看一下房间。一楼是有一号房间，二楼有两个房间。这个应该给李彦霖，感觉这个像女春的，我跟莎莎的。哇，这个大的就应该给姐姐。对，丹姐。这个比较好玩的东西比较适合小明他们。那就这样吧。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会到？我先看一下他们的那个时间几点到，好吧。然后我就要开始做菜了。好的，干活了。你要接他们吗？对，我去接他们。我希望今天做值日生的一天能让大家感受到一点点家的温暖，然后有一种来我们家做客的感觉。我算是他的助理吧，他口才比我好，然后表达能力比我好，那也很感恩有他做主导的值日生。